Kerajaan memutuskan untuk melaksanakan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.今年金马有这样一个共创的主题，我就花了一些时间跟五个演员就是各自聊，从去年金马得奖到现在人生中的转变也好，从他们的五个人的生活片段中截取了一些各自的背景发想。因为他当初也是有点烦恼这个宣传片要怎么拍，那刚好今年就有一个对全人类来说蛮大影响的嘛，疫情这件事情，好像如果以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分水岭的话，好像就有些东西可以玩。对我来讲，那段时期如果少出门的时候会觉得在家干嘛呢，就觉得有一些好像之前要整理的东西没有整理，所以我就跟导演分享了这个感觉。那导演也觉得我或许他也有共鸣，或许他了解那种可能性吧，他就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感觉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导演说，我从马来西亚很急着回来那一天晚上的那个经历，导演听了之后他其实觉得还蛮震撼的。我觉得我自己就像在逃难一样，那个时候就我在露营的时候碰到很黑，然后有动物来抓我的帐篷，所以在那个过程其实我自己其实蛮焦虑跟蛮紧张的，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刚好那个晚上莫名的其实也有一种好像跟自己独处，跟这个恐怖的环境独处，然后到天亮然后日光出来，然后比较放松跟平静。因为不可讳言的，就是从去年金马我大肚子之后，遇到接下来人生最大的事情就是小孩嘛，所以那时候才会想到说用看到验孕棒这件事情，然后去思考说一个女人从本来工作上的以自己为主的一个状态，然后突然有另外一个生命要介入了，然后这个生命会影响到你的工作，影响到你的人生价值，所以他其实那个情绪会非常非常复杂。蛮多人会用一个方式来形容，就是我们要怎么度过这个难关。比如说很多人会讲说隧道尽头会有光，不管这个隧道多长，我们最后尾巴都会还是会看到那个隧道的尽头。那但是在这个状态下，我们要怎么样子给予所有看这支影片的人一点点力量，我们可以靠着这些一闪而逝的一点点的光，然后让我们继续走下去，这样不管明天会到哪里去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继续前进。